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，好好的努力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你不想去解决。记住了，努力的去挖掘自己的慧命智慧，把人间的一切烦恼把它消除。实际上，我们人生很短，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天，珍惜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情。 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好好的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祥和，让这个世界多充满一点这个慈悲之光，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和平，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希望下次再来看你们明年再见。 今天所有我们的布里斯本的佛友，如果你们见证了，就希望你们好好的去告诉别人，这个世界真的有因果的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不要掉了这个机会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